大英来了，大娘不下夫人上的什么病啊？小姐是夫人生了疾病，得叫我去接大娘回来的。大娘，夫人她没有生病啊。什么？咦，夫人没有生病啊？没有生病，没有啊。来到母亲山落叶静啊，嫂嫂回来了呀，娘，嫂嫂回来了呀。媳妇春见婆婆罢了。你们都与我下去。是。方才听两报言道，婆婆甚至欠恩，不知生的什么病症？是心病。媳妇久受烦恨，只要帮婆婆施财。哎呀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嫂嫂，我们几次差人接你回来，你为什么这次还不肯回来啊？只因我是奉继母病体，无法特生。那么请家母病体好些了吗？婆婆不知福，寂寞病体也好得多了。我是亲家母啊，多亏在长江里救了你这个小人女儿。啊，媳妇啊，我早就想问你，你到底是哪里人士？生身无母之才呀？媳妇原本姓冯，是山东历城人士，父母不应早年丧丧，只怕不得的吧？何以见得？你瞒得了别人，却瞒不了我母女。劝你们是讲的好，媳妇十日姓冯，估计有漏讲。婆婆因何见你？我去问你，哪一张送信之哥哥听见哥哥的你说不许引动小弟言语竞争，十倍不灭之道岂有飞翔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哼，哥哥此言得蹊跷，为什么房中的喜宴，姑娘想到哪里去了？好一张离去，你可知指使我接哪一张？事出有据，休得啦，休得啦！你三凤毛子想用你，分明的少林女伴想用呀，想用呀！今天休想
瓦匠石磨里，快与我回房去。走，去。将他打死亡来，明日一早送过，月家快这样来。